月小姐太遥远了，能再亲密一点吗？往这边啊，再亲密一点吧，月小姐。下一下。来，看这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再这边，再亲密一点。再亲密一点。好，好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希望大家包摩伊娃小姐上台致辞，有请。伊娃呢？估计是吃坏了肚子，去厕所。别担心。哎，别担心，别担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圆圆，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？拿这盖一下吧。终于找到你了，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你，你先下来好不好？你骗人，我才不相信。你怎么会喜欢我？你不相信的话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。开始关怀的神态，开始清醒的存在，不想在原地等待。我听来千万别想不开啊。Yeah.
好像每天能被这种方式唤醒，也太幸福了吧。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餐，为什么不叫我？你该不会是恢复味觉了？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但恢复了一种苦味。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是否跟这个有关，但我想试一试。喂，小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差点就忘记了这个。阮总，你起来的好早。我是来找伊娃的，看他还没起，我只好等着喽。找我干嘛？哦，美味杂志呢主动找到我们，希望我们帮他拍摄一期封面，七夕特辑。我已经答应了啊，明天拍摄。我呢是专程来通知你的。这种事情打电话不就好了吗？我亲自来一趟呢，顺便看望一下二位，你说是吧？七夕特辑，请600拍啊！男模是谁？我哪知道？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？别忘了，我们可是一生 CP 呢。喂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老总，我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来，大家准备一下，做好准备啊，准备开始了啊。来，靠近一点。来，两位看这里。哎，来，三二一，好。两位亲密一点啊，来，棒，来。三二一，哇，真好看啊！哎，好，还真棒。我需要一个热恋中情侣的状态。喂，摆拍而已，做个样子就好了。我不喜欢摆拍。夏总，您抢镜了，麻烦您稍微让一下行吗？来来来，靠近一点啊！不对不对不对，还是不够甜。要不这样吧，伊娃去假装亲吻阮总，我需要你们一个非常逼真的错位。来，不如我们来真的。嗯。之前合约里可没说尺度这么大，要不要重新修改一下合约啊？奇怪了，也不知道那个阮东升最近是怎么了，是不是吃错药了呀？怎么突然就从一个禁欲系总裁变成个魔人小妖精，分分钟让人把持不住。嗯，谁让你把持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化妆室有事情，我来帮你吹头发。阮东升，你是不是被人下降头了呀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？我很清醒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嘛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这一天天的，搞得我
心烦意乱的，是想干嘛？罗经理说，要得到一个女孩子的吻，就要拨动她的心，而拨动她心的方式就是宠她，对她好。怎么样？你现在打算吻我了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伊娃，我知道我这么做可能会吓到你，但你就是我的药，我别无选择。药？我为什么是药？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恢复了一种味觉吗？最有可能的原因，就是上次我吻了你，你的吻让我恢复了一种味觉。什么吻？我们什么时候接过吻？你是不是记错人了？那既然没有，何不一试呢？怎么样？你现在打算吻我了吗？栓东升，你这个智障，哪有直接这么吻女生的？伊娃，你千万不能像他一样被荷尔蒙冲昏了头脑，落一个晚节不保啊！伊娃，你睡了吗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淡定淡定，我就告诉他我已经睡了。我已经睡了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。那现在跟我说话的是谁啊？我简直是个智障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外面的淋浴坏掉了，想说可不可以给你借个浴室洗个澡。洗澡？你是在我失足的边缘疯狂试探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淡定淡定淡定。今天别洗了，明天我找人来修。我明天上午要跟一个很重要的客户开会，这关系到我们轻集团未来10年的发展布局。而且他是一个有严重洁癖的患者，我担心因为我的个人卫生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。如果泡汤的话，那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呢？只给你半个小时时间，不能再多了。没关系，够了，谢谢。居然敢来威胁我，想让我破财，绝对不行。就赶紧走，我要睡觉了。你可以帮我个忙吗？我忘了拿我的浴巾了。你等着。开门，我给你。你可以帮我拿进来吗？我不方便出去。我给你丢进去。嗯。谢谢。洗完了就赶紧出来，不要再考验我了，拜托拜托。能再麻烦你一件事吗？我忘了带我的换洗睡衣了。这也是罗伊人教你的吗？来别人房间洗澡，不拿浴巾，不拿换洗衣服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可别欺人。忍不住的话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对不起，
我去帮你拿衣服。为什么要躲我？我不过想让你的吻做个实验而已，有这么可怕吗？阮总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你应该去找圆圆呀，找我有什么用？可惜圆圆并不想要见我，所以我想，既然你和圆圆有几乎相同的 DNA， 或许你的吻也可以。天哪，他这套路也太深了吧！竟然让我自己挖坑把自己给埋了。阮总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但是你看，夜深人静，孤男寡女，万一要是不小心擦枪走火，为我们单纯的合作关系蒙上一层阴影，那就太得不偿失了。嗯，这你可以放心，只是一个实验而已，并不代表什么，除非你对我有非分之想。哼，我怎么可能对你有非分之想啊？那你为什么要害怕？谁害怕了？亲就亲，不就是亲个嘴吗？我伊娃就当是为科学实验做贡献了。笑，你都不知道，自从我搬了家之后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你送来的食物我也不敢收，害怕被瑞贝卡发现。我都快饿死了。这你可以放心，你的行踪绝对不会被任何人知道。真的吗？嗯，绝对不会有人看到我们出现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我也跑不了了。没错，今天这个夜晚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。太想念这个味道了。你一直躲着我，是因为瑞贝卡吗？我去见过她了，你到底有什么秘密被她知道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。秘密要是愿意让人知道的话，就不叫秘密了吧？再说了，你不是也不愿意让我知道你和瑞贝卡是旧相识？那些事我没有说，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但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我可以一五一十都告诉你。我跟瑞贝卡确实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，她有追求过我，但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她。除此之外，就没有别的了吗？我发誓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。你这是在吃醋吗？我刚刚吃饱，我吃什么醋啊？送我回家吧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。
小心头。你先闭上眼睛。睁开眼睛，你就像这个灯塔一样，独立而又神秘，给身旁的人带来光芒，却又让人难以靠近。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也成为你的灯塔，守护你，在黑暗中照亮你。